环境保护署去年公布，香港人在2021年弃置在堆填区的固体废物量平均每日超过 1.5 万公吨，同2020年相比增加 5.4%， 而人均的垃圾量同台湾、日本、韩国相比仲高出一大截。这些地区除了被香港早出很多年推行垃圾分类回收和征费，而且垃圾分类的方法都比香港更加仔细和复杂，当地人日常扔垃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哲学了。先讲下台湾，当地早在2005年就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并且强调废弃物是有回收的必要，而且责任不在消费者，而是在生产者企业那里。他们要尽力让消费者愿意回收，而且在台湾生活更加不是24小时都可以丢垃圾。如果你住了入那些有垃圾房的新型住宅大厦都还好一点，倒垃圾就不用限时限刻。如果是住在公寓、唐楼或者透天厝、独立居那类，居民就要在特定时间站在个街上面等垃圾车来才可以丢了。因为台湾实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市民是不可以将垃圾就地放的，要直接扔上垃圾车，而且垃圾车还遇事不厚，所以居民企街排队追车扔垃圾的画面都成为了台湾当地独有的风景了。日本可以说是世界上面将垃圾分类得最仔细的国家了。日本家庭的垃圾一般至少都要分成可燃、不可燃、可回收和大型这几种，而在日本不同的地区分类方法不单止各有差异，分类可能会更加仔细。如果以熊本为例，当地的垃圾甚至要细分为8个种类，而不同种类的垃圾更加有不同的指定日子回收，复杂程度之高，就连当地的机关都要将各种垃圾的回收日期印在地区的月历上面给市民参考。好彩日本人就不用追垃圾车啫，但是他们都要将指定的类型垃圾在指定的日子带到指定的收集点的。讲到韩国，当地在1995年就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制度的了，而韩国垃圾分类的方式亦都不比日本简单。当中最令人头痛的就是一般垃圾和食物厨余的分类了，因为不是所有关于食的都可以回收的，例如猪骨、鱼骨、食物硬壳即是坚果壳或者鸡蛋壳等，还有硬水果皮即是菠萝皮和椰子皮等，还有茶或者咖啡渣、味道浓烈的香料即是葱和芝麻叶等，都是属于一般垃圾，他们是不能够和食物厨余放在一起的。这些就算是连韩国人自己都经常搞到一塌糊涂。